这些土是沉，开着矿。哎呦，我抱着这边。抱门去干啥？抱着这边晒着去了。放上筛子吧。嗯，又买了一袋一袋子的化肥。这你的这三分地都花了好，花了多少钱？那成本不少，成本不少。你这化肥多少钱？二三百块钱。啊？咱还种着，光种子一百块钱不够。一百块钱的肥，三十块钱的这个药。自己种的花生，榨的花生油，它就蒸。你在外面买的，还把买的假的哟。把它倒腾一下，倒腾到那边。把这个地空出来。哎呀，保护都磨烂了。这是腌鱼料，把这个腌鱼的料。这是腌鱼料。对。这个鱼和肉一样味儿。这里有盐吗？这里有。有盐，有淀粉，啥也不用尝了。对，放上这盐上了。嗯。鱼头和鱼骨放进来。黄瓜子好吃，凉菜。对，这是长鱼吧？哦。不打了就。一大盆。是吧？味道怎么样？挺好吃的。味道好极了。减肥的今天又没法减了。吃完再减。我这几天都是吃的都没吃饭，我这几天。已经不吃饭。一顿两顿的能减肥多。大鸡头吧。嗯，吃这个大的，今天有两个鸡头的。两个鸡头的。啊，人家给了一个。我不吃别的。把鸡肉吃完了。肉的我就吃了，还行。吃鱼可以啊，你把鱼倒里头给俺。没事。鱼不拿吧，这就好鱼肉。你要不能吃辣的是吧？两天有点生毛病。耶。要种上活来累的。哎呦，弄些活可不易干啊。对，农村活不容易。弄把这弄回头。哪个是？七月送柴的。呀，他把那拿走，这个你弄着就行。七月再走一个，走。你要那么多。他说我不认识你，他给你这。这是，这是。这是咋做做不行，就这样啊，他就这样。好嘞。